咁但係咧就講緊咧呢個咁舒服天氣底下咧，有啲封路嘅措施喎。呢個封路唔單止一日咁少啊，係啦，就會為期兩個星期嘅，就會喺呢個Queen 街啦，就係皇后西街啦，夾呢一個 Spadina 嘅，就會喺 downtown 嗰方面啦，就會喺今日六點鐘起啦，已經封咗路噶啦，咁啊至到7月23日咧，咁四條行車線亦都會封閉嘅，咁啲市民咧亦都係會建議大家咧去試下去行呢個 Dundas 啦、Richmond、Adelaide 同埋 King 街嘅，咁因為有啲 TTC 嘅街車鐵路要維修啊、替換，所以就要封兩個星期嘅，而喺北行線同埋南行線方面咧，大家都可以試下行呢個 Buffers 啦，或者 University 街嘅。咁大家如果去搭呢個 TTC 嘅街車咧，因為有啲路線會改道啦，或者有啲車站甚至會停止服務啊，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。係啦，咁呢個封路咧一路直至7月23日嘅黃昏嘅時間嘅嚇，咁啊正常服務咧去翻7月24日啦，即係話咁或者係7月23日嘅夜晚晚上先會有翻服務俾大家，所以咧不便之處啦 ，TTC 就敬請大家原諒一下啦嚇。